今天门诊的这个操作记录，但是非常不幸的是，我那个移动硬盘忘了拿回来了啊。今天把视频资料导出来以后啊，收拾东西回家的时候，那个移动硬盘落在医院了，没拿回来啊。所以这个视频呢，就是放以前的，我记不住放没放过了啊，因为真菌的量实在太大，当时就是挑了一些。一部分啊，如果有朋友看过，就假装不知道啊。真菌性味道炎，因为很多人喜欢这种干片的这种操作啊。今天其实呢，今天的病例没有，今天没有硬菜啊，没有这种啊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，有两个胆脂瘤复查的啊，一个是外道胆脂瘤，一个是上顾室胆脂瘤复查的病例。大概都是有半年以上了啊，复查病例也清理了一部分啊。今天呢，其实我今天周一下午呢，有几个这个比较特殊的啊，真菌性外道炎。后来最近琢磨了另外一种啊用药的方式啊，这个把这个达克宁啊注射进去啊，注射到外道里去啊，不像以前只是拿棉签擦啊。这个等到周四吧，周四视频的更新的时候再放啊。今天还是以前传统的啊，先把这个真菌清理掉。这种粘块啊，很讨厌啊，糟的啊，这个一夹的时候很容易就碎啊。有的时候运气好了，咔嚓一块就能整个出来；有的时候这东西就得反复的去用吸引器啊，配合。小钳子呀，啊，这个不停的去处理啊，所谓的麦浪啊，这个其实也是，只是也是麦浪的一种啊，只不过不像麦浪那么典型啊，它好多是这个，今天开场的这个好像是白色的吧？刚才光顾着说话，我都忘了，我都没看这个屏幕啊，脑子在想这个啊，眼睛在看，脑子在想今天处理的病例啊。这个真菌呢，清理啊还好点，但是后期用药比较麻烦啊。因为耳道有的人特别耳道窄，耳道宽敞还好说，说用棉签涂药，但有的人这个实在是不会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掏拿棉签掏耳朵的时候挺开心的，一旦正经要用棉签干正事儿了，他就不会了。这东西没办法，这特别是有时候左侧啊，右手还好一点。刚才呢，就是这个真菌啊，整个糊在外耳道里，这个也是一种啊，这种干咳相对比较少。很多人都说过啊，我在评论里经常看，有的人就说这个自己所谓的耳屎生长速度特别快啊，几天就是大片大片。这有时候得小心啊，它不一定就是耳屎，普通的叮咛啊，很少有长这么快的啊。这种生长速度超过正常情况的啊，一定要考虑。是不是真菌的这种可能性啊？普通的这种叮咛碎屑啊，都是一些就是碎屑啊。你刚才已经说出来了，就是这种碎屑，很少会形成那种大片大片的。如果你能接触一整片啊，很长的这种，而且是很快就重新出现的这种，要考虑真菌了啊。这个从鼓膜，从外耳道把这个真菌的这层壳啊撬下来，它一直糊到鼓膜表面啊。它不有两个症状比较典型，一个是痒，另外一个是闷啊闷堵感啊，一个是痒，有一部分会流水啊，真菌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渗液啊。拿钩针啊，转圈把这一层这个金箔一样的啊，这个东西挑下来。早期呢，就是最早处理真菌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个达克宁软膏啊，直接涂进去。后来有些发现，有些病人涂不进去啊，确实他不会。那么，
又增加了一些低耳剂啊，但是低耳剂对一些轻的还可以，有些比较重的，我遇见几个顽固的病例啊，就我的有一个手术做完中耳手术的一个病例，反复的这个真菌折腾了好几个月啊，发现这个低耳剂这个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，这个因人而异，大部分人用软膏啊，低耳剂都可以，但是有一小部分比较重的，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啊。要看个人情况啊，它没有一个就是适合所有人的。后来我当时琢磨了一下，那个病例就是改进了一下啊，还是使用这个大概跟软膏的这个抗真菌药的浓度啊，远远超过这个液体。液体因为它溶剂占了大部分啊，它要把药溶在里头，药浓度太高，它溶解度有问题啊。它这种固体的，你像所谓之前我说过的这个氟康唑滴眼液的这个事儿啊，你这个氟康唑它融化在液体里，它这个受它的溶解度的影响啊，它不可能无限制的往上涨啊，到一定程度它就没法再加就是固体了，那个就化不在那个滴眼液里了，滴眼液里了。这个应该还是一些比较早期的操作了啊，最近呢，已经不再轻易的从鼓膜上往下剃了啊，多数是用这个双氧水浸泡一下，然后用吸引器把它吸走。这种在鼓膜上直接拿钳子 K 啊，是很危险的啊。啊，这个金片儿，金箔就下来了啊。我们这个图像啊，放大了很多倍，在上面可以看见这个工具啊，有一些这个抖动啊，这是血管搏动啊、心跳造成的，就像狙击手在显微镜啊，在这个瞄准镜下看到的这东西是一样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啊。好家伙，这真的跟盘丝洞一样的。这是不同时期的，这都不是一天的这个病例。这层白毛啊。空胖子同志旁边肚子饿了，我是吃完饭了，这小子还没吃饭呢，赶紧把这弄完。这个盘丝洞啊，撕这层皮啊，一层一层的。经常看见评论底下有人说有没有麻醉啊，这。用耳内镜是可以精准操作，成年人不需要啊，不需要麻醉啊。当然，确实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啊，轻微的有点不适啊，可以在成年人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啊。坚持一下啊，坚持一下，一会儿就给你饭吃了啊。这底下还有点这种干片啊，我手上有没有？别闹。
还是换钩针了。这个地儿小的这种碎片啊，钳子直接夹不住啊。OK， 出来了。哦，顺便说一下，这个10月11日啊，周四那天啊，因为要出去交这论文审核的最后的材料啊，这是答辩前的最后一次审核了，剩下再应该就是最后，哎呦，这有点晃的厉害啊，所以10月11号本周四啊，停诊一次，因为这事儿停诊了好多次了，今年有2次出去开会啊，停诊了。加上有3次吧，好像是因为这个审核呀、送交材料乱七八糟的。啊，希望我们老师选答辩那天不要是我出门诊的时间，呵呵，不然还得停。好，这是下一个病例啊。今天的视频大致的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啊。我们周四再见。这一爱寻梦。